凶什么了？我有在骑车啦。我也在骑车，然后呢？啊，谁叫你违规的？违规哪样？啊，闯红灯啊，逆向啊，哪样？闯红灯啊，你就开。哎、欸，来，让开。那你旁边停啊，好不好？让开。你现在什么意思啊？让两道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在说什么？你现在在妨碍公务是不是？妨碍你，你现在妨碍公务，你再多加一条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加的？加什么加啦？你喝醉是不是啊？我们这里讲什么？我们这里停车而已。幺两幺，那个庄静有无支援一下？好，收到。幺两栋在位徐州新网有。马上给我开！马上给我开！你还大声什么啦？没有开，听不懂。放假哦！你走干嘛？幺两幺，这边过去了，徐州也过去了。公务了，等一下。我想问问你，问你在哪？张俊，张俊阳。哎，警察被压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他压警察，警察压他。对，哦，警察压他，还好。叫支援呐、啊。昨日18时40分许，本所两名员警寻机中立区永福路与龙安13街口，见一名民众交通违规，黄灯左转，并沿路逆向行驶，警方则鸣笛示警，要求其接受拦停，但该名拒检不停，最后于庄敬路与永福路口将该名男子拦查，但男子情绪失控，且不满警方稽查，对警咆哮并怒骂三字经，至此过程中，男子奋力抵抗。为避免情势失控，警方立即呼叫警力支援，一线警方将其制服逮捕，依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。